乐明视像团是一个非牟利的福音机构，致力于协助视像人士克服生活的障碍及过一个有尊严、有目标的生命。我们其中一项使命是促进建立视障人士和社区之间紧密互动的关系，透过举办各项活动及社区服务，增强视障人士融入社区的信心，同时又能让社区更深入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。另外，乐明视障团致力于开发视障人士的潜能，提供职业培训计划，协助他们重建自我价值、信心和自尊，培养自给自足和独立的能力。此外，我们深信建立个人灵命和为基督作见证的重要性，通过团契彼此造就。我们亦经常参与不同教会和基督教团体的聚会、布道会及见证分享会等，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其他人。乐明视障团诚意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大家庭，和我们这群视障人士一同建立一个充满爱心和盼望的群体，为社会带来光明。请扫描左手边的二维码浏览我们的网址，右手边的二维码作奉献支持。多谢大家。